Hello，大家早上好，欢迎来早到上我好，的俱乐部。要哎，站起来今天哦。早上前半段哦，我们会做 exercise 啊，哦，就是这个所谓的 fit for life，我们的会用这个 stretch band 来做运动。啊，首先，如果你们还没有去拿 stretch band，可以去拿先。哎，如果那些有的哦。可以先做一点热身运动哦，我们先来做一点热身运动。头往上看，倒数十、九、八、听不七、见呢、欸，六、五，等一下啊，听得到吗？四、三、二、一，头往下。五、四、三、二、一，往左。五、四、三、二、一，往右。五、四、三、二、一，然后手举起来。放轻松，五、四、三、二、一，左手，右手跨左手，哪一边都可以。先做一边先，五、四、三、二、一，换边，五。四、三、二、一，很好。接下来我们就用到这个 stretch band 了哦。第一个动作哦，我们就手举起来，中间啊，小小的部分这样哦，然后往左，然后回来，往右。算一次啊，我们来做五次。第二次哦，然后第三次，不用太快哦，可以慢慢做哦。然后第四次，来，最后一次。回来，放轻松。接下来第二个是要做的是从下到上，上到下，就是这样。也是一样做五次哦。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记得要呼吸，吸气哦。第四次，来，最后一次，可以慢慢哦。然后，如果你们在家做的话啊，这两个动作哎，可以分成好几个阶段哦。比如讲说哦，你们看啊，比如我刚才不是从左到右咯，我们可以。左了，先这边 hold 住，数一、二、三、四、五，然后回来中间，一、二、三、四、五，然后再回去。这个是比较，当你们做习惯了哦，你们想要再 up 多一个 level 啊，上到下也是一样哦，上哦，你们做 hold 一、二、三、四、五，然后再来。好、哦，可以重复啦 接下来哦，就是把这两个放在地下，你踩住中间，踩住了哈、哦，然后拉上来，这样，一，啊，适可而止哦，你们可以拉到哪里都无所谓，只要有拉到就可以了，不要勉强自己。有些人可以拉一点。有些人可以拉中间，有些人可以拉很高，是要看啊，所以
啊，因人而异，等我们来做十次，好不好？一、二、三、四、五、六、七。我断掉了，我断掉了。八，小心，小心。九，十，断掉了啦，小强。啊、哦，我看到。慢慢啊，慢慢。这个哦，也是一样哦，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两个阶段，还是你们喜欢，就是比如拉一点，然后。然后再拉，然后就太久了了，我的太久了。然后可以再拉，可以分三个层次啊，每个 hold 住五秒，下来也是一样哦。一、二、三、四、五，然后这样一、二、三、四、五，然后才放轻松。你们可以重复的做啦，这个可以分阶段。然后另外一个哦，就是。一样同样的哦，我们这边拉去左，另外一边就是从左边哦，你去拉去右边，这样一、二、三、四、五，然后这边也是一样哦，一、二。三、四、五，好的。现在哦，我们做好这中间哦，现在我们就来做一边的，就是脚哦，左脚踩住啦，踩住那个线，你们要踩多少都可以了，这样踩住哦，然后就往上拉也是一样，这个也是，这是一只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换边。一样哦，这个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然后十，很好。现在前半段哦，我们先来做一个深呼吸，这样。再来。呼吸，吸气，吹出来，多一次。现在啊、哦，刚才我们做站住了，现在啊、哦，跟你们做坐住的，也是一样啊、哦，坐住的哦。如果你们不要站住，坐住也可以啊。我今天来修你们，好像刚才我们会重复我们所做的，但是现在我会 up 那个 level 啊，我会做比较难的啦。我们就做 hold 的咯，好不好？就比如
刚才我们不是站住啊，现在我们坐住啊，坐住也是可以坐的哦，就比较轻松，好，放轻松自己，然后我们再来，也是一样，上到下先啊，我们这次，hold 住，下来，hold 住，三、二、一，可以不用做到10次啦，我们先来 try 5次先，有些人不可以的话，人就 try 3次先，没有关系的，这个是要慢慢进步的哦，没有说一步登天的东西啦哦。来，hold 住，不要急，三、二、一，然后往上，五、四、三、二、一，慢慢下来。感觉你的呼吸气，五、四、三、二、一，来，再来，一、二、三、四、五、四、三、二、一。会不会感觉到比较跟之前不一样？坐下来，五、四、三、二、一，然后手会开始酸了哦，才做3次啊。如果你们要休息，可以休息哦，不要勉强。三、二、一，五、四、三。二一，一二三四五，连我自己都感觉到酸了啦。来，就一次，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好的，放轻松一下哦，手酸哦。然后接下来也是一样，从左边到右边。好，我们开始，我们可以 hold 住，坐下来不用。如果你们不可以去到最左边，不用紧啊，你们可能在这边还是哪里都可以，来 hold 住，三、二、一。回来也是一样，这个也是 hold 住中间，这个好像 train 你的那个 stamina 了哦，三二一，还有手力，然后回来，5秒啦，五四三二一，去。三四五，回来中间，hold 住，然后再来。如果第一次 try 的话，做3次就够了。五四三二一，回来，好，因为这个可以慢慢每天增加的，然后放下来，不用勉强，今天我是 show 给你们看啊，你们可以在家自己慢慢慢慢练习，慢慢 increase，慢慢增加那个次数，也是一样，这个放在地下哦，两只脚踩住，好，也是一样啊，这个我们拉上下了哦，这个就比较轻松，因为是坐树啊，然后我们就 hold 住一。二、三、四、五，然后放下来。好，你们可以在家可以做不同层次啊，拉一点拖，拉一点拖，拉一点拖啊，这个真的是有帮助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做哦，是拉上，hold 住啊，也是做3次，五、四、三、二。一，慢慢的放下来，不要紧张，不要急。
然后再慢慢起，五、四、三、二、一，慢慢的放下来，最后一次起来，五、四、三、二、一，放下来，放轻松。最后两个哦，今天要做的哦，就是一样啦，脚踩住左边。然后拉上，也是一样 hold 住，四、三、二、一，慢慢的下来，啊，不要马上就下哦，那个就没有到那个最好的帮助了。来，再来，一、二、三、四、五，慢慢的放下来，再来就一次。五、四、三、二、一，换边，右脚踩住，也是一样，这个就慢慢拉上来。五、四、三、二、一，慢慢。然后多两次哦，一、二、三、四、五，来最后一次，五、四、三、二、一，非常好。这个哦，你们每天哦，只要可以每天十。然后十分钟、十五分钟，慢慢的增加到半个小时，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哦，可以去到哦一个小时是最 best 的啦，是整套。如果你做整套哦，可以去到一个小时，可是不要一次过，慢慢。好，现在我们来做 warm down before 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美女哦，然后我们 warm down 先，来，深呼吸。感受一下哦，再来，然后再来，吸气，呼吸，最后两次。来，最后一次，哎，奖励你的手臂啊，跟他按摩一下哦，啊，打打一下，放松放松，啊，好，谢谢大家。现在哦，我们先去喝一点水先。如果你们要慢慢，谢谢，我们等一下。两分钟还是三分钟回来？谢谢。那在这边视频上的朋友，你们还在这边，我就跟你们讲一些那个运动的啦。就是哦，刚才我所讲的东西哦，你们可以照着做啦。为什么我一直重复呢？是要跟你们讲这个运动哦。每个运动都是好的，可是要慢慢增加，不代表哦，你们好像哎呀，那个exercise 的人啊，做这样高不能做，就是不代表没有做到，不是的，你们只要做一点就是有进步了，要踏出那个第一步，就做那一点，然后每天再增加，每天再增加，你就会看到那个效果了，对。大家回来了没有？喝了水了没有？喝了，我还没有去喝。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美女，她的名字叫婉晴啦。今天她要跟你们做的
是一个我是自己没有尝试过吃的东西呀、啊，所以我也是特别很期待。可是我就不要跟你们讲是什么，让他自己本身来跟你们讲，这样会比较 wonderful。好的，王欣。OK， 谢谢迪森。就是香姐，早安。等一下，我 share screen 一下。香姐没有开呀、啊？紫香姐、嗯，你没有开？对啦。啊，祖凤啊，祖凤姐，祖凤姐没有开麦。哦，可以share screen。OK，Thank you。是啊，祖凤姐没有开麦。可以吗？你可以 share screen。可以。OK。好的。听到你了，谢谢。哇，肯定。Yes。等一下。现在有吗？有了，开了，开了。OK。早安。早安，大家。早安。你们看得到吼这个 slide？ 看得到。OK， 好。所以今天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又很好吃的一个 recipe 啦，哈。嗯，好，大家看一看这个，你们有看过吗？三文治啊，哦 ，sandwich， 其实这个跟 sandwich 差不多一样啦，只是那个面包哈不一样啊，这个是叫 wrap， tortilla wrap。你们听过吗？多料的，没有听过啊？有听过吗？它的那个皮是不是很像薄饼那种皮呀、啊？有一点，可是薄饼的皮很薄，这个比较厚啦。是面包去肉饼是吗？面不是。嗯，它不是用面包，它是用那个。没关系，你们没有看过，我来介绍给你们。很期待。OK， 好。所以呢，这个 tortilla wrap 哦，是来自 Mexico 啦。嗯，你看这个包装，你们有看过吗 ？NTUC 有卖的。哦。扁扁的。像 roti prata 啊，对，好像是 roti prata 啦，可是这是 Mexico 的 version， 所以有点不一样啦。这是 Mexico 那种薄饼，扁的，对 ，then tortilla 的意思哈 ，translate 去华文是小蛋糕。哇，这么一讲，就是墨西哥小蛋糕是吗？对，这是他们用那个 wheat flour 来弄的，所以跟我们的薄饼啊 ，roti prata 也是差不多一样啦。差不多用扎巴蒂是吗？是扎巴蒂吗？不是啊，扎巴蒂跟扎巴蒂差不多，可是这是 Mexico 的 version， 对，所以呢，这个现在哈、很 trendy 啊，很多人都吃的，不只是在 Mexico， 到处 US 啊，还有其他世界的地方哦，每个都有啦 ，Subway 也有这个 wrap 啊、因为它是一个很容易吃的啦。啊，有声音啊！等一下呢，他们全部完了，我就关机就可以。好、哦，那如果我要再看我的东西，所以很方便呐、啊。对吗？对。好、可以弄甜品啊！你看这个照片，好像可以放香蕉啊 ，strawberry。Nutella 还是 whipped cream 哦，那你可以做甜品了。可是今天呢，我们就学做比较健康的，好吗？很好。要做健康的呢，就需要这些主要的材料啦。有那个 tortilla wrap， 你可以放菜、放肉，
然后放那个 sauce 还有 cheese。 嗯，所以如果你们做自己的 wrap， 你们会放什么呢？Oops. Lettuce. Lettuce. 你们喜欢什么菜？包菜呀、啊。其他的呢？你们如果你可以做自己的 wrap 的话，你会想放什么？喜欢放 romaine 那种生、lettuce。嗯。可以做用那什么那种。salad 的菜都好吃。啊，对。then 什么肉呢？你会放什么肉？tuna。tuna。哇 ，tuna， 好料。then 擦那个什么？好料。coconut oil 的 butter。哦。哇。哇。OK。OK。所以其实这个 wrap 哦，你要放什么都可以的。啊，无限的啦，所以你 cranberry 很好，还有葡萄干 all those 啊， very good， very good， yeah， 也可以放 nuts 对不对？可以放榛果，可以啊，你要放 nuts 也可以啊，所以我 peanut butter 可以吗？ peanut butter 可以，哇， peanut butter 可以呀。很有创意嘞，放进来版的。最好是 crunchy 蛋，哇，你那个哇，秀哇，这样OK 啦。所以材料呢，你可以放要颜色就加tomatoes。对啊，可以放 tomato，或者 onion、cucumber。cucumber。蘑菇也行哦。哇，肉类哦。这个 wrap 很 flexible 的 ，avocado 啊 ，avocado， 对 ，avocado， 你可以 spread 那个 avocado 啊，所以呢，看这个照片，通常人们都会 wrap 到这样啦，一卷一卷的，那你看哇，很多颜色，很多料，是跟的薄饼哦，对了，很像薄饼哦，对，所以通常我们是会这样 wrap 啦，可是今天我教你们一个新的方法，就是折成三角形，这样，就比较容易吃。用那个 pancake 的模做。OK， 所以呢，讲弄这个 tortilla wrap 呢，就是要先放那个 tortilla 在板上，然后你切一个一个 line， 从 middle 到下面。Then， 啊，等等，你想象那个薄饼哦，分成四个部分 ，then 每个部分你可以放不同的材料。放好了就开始折，然后你就可以 enjoy 了。或者你喜欢那个 cheese， 如果你放 cheese 哦，你要那个 cheese 妙哦，那你去 grill 它就比较好吃了。所以好像这样，有四个部分不同的料。然后你折，很容易哦。你们觉得你们有信心做这道菜吗？好吃的，看了很好吃。啊？好像有豆芽的是吗？那个、啊、那个是 cheese 来的。哦，我有。对。我以为豆芽 ，OK。看起来很好吃哦。很好吃，对。所以现在我示范给你们看一下啦，好吗？OK， 我 stop share 一下。哇，真的是非常好哦！我看了我都流口水了，现在很想吃了。还好我刚吃饱，我没有流口水。我一定想到我的那个
多迪亚要是什么要有芝士啦，要有番茄啦，要有 ham 啦，然后要有一些 lettuce 啊，就是够了。嗯嗯，大家看得到哦。Hello。啊，看得到，看得到，看得到。哦。嗯。开水先，哎呦。OK， 大家都看得到哦。听得到吗？听得到。有有。高一点。OK， 所以我是用这个 red 啦。刚才那个 slide 我有放照片的、这个 red， 其实是有卖这种。所以你拿那个 red 出来的时候，等你切。切好了啊！我刚才切好了。sorry, you show the wrap again. I didn't take the picture just now. Ah, okay, okay. Thank you. 哎、为什么找不到了？我的 iPhone 啊 ，OK, can. 好 ，OK. Thank you. Okay, okay. OK. 你可以放你的 sauce 先。我今天我放 mayonnaise 啊，因为我喜欢 mayonnaise。哇 ，very fattening。你可以放 loose。But okay lah, not fat can lah. So you put ready, then you spread. Spread 那个 sauce. Thousand Island. 你要放 Thousand Island。放 barbecue sauce， 放 chili 都可以，随便你啦。嗯。然后现在我放 cheese 呢，我就放下面已经切好各个部分。嗯。折的时候哈，折了那个 cheese 会在外面，所以你要烤的时候比较容易融化。嗯。对。嗯。嗯，我给你们看靠近一点。今天我会放 ham， 放一个部分。如果你要放 patty 啊，shredded chicken， shredded pork 也可以。然后下一个部分我放菜，这个是 lettuce。哦，听到哦，有可以听到啊，很 crunchy 哦。Yes, yes, 是的。好，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今天会放 tomato， 切好的。所以放好了哈，你们可以看得到吗？有，可以了，大概大概。你从一边折，再折，然后再折，三角形，哇，漂亮，所以有 ham， 有 tomato， 有 lettuce。还有 cheese 在这边上面，所以你烤的时候啊，比较容易melt。所以现在，我们来烤一下。But can you toaster right？ 啊，你要放 toaster 也可以，你要放那个 oven 啊，也可以。toaster 哦。可是我是觉得。你放 grill 哈比较好吃啦，因为会放太多油了。大家你们煮的时候放少油啦。OK。
没有烧。所以通常要煮多久的？你要烤两边的话，一边关就好了。也是要看你开的火有多大啦，要超大就好了。婉清放他的神手下去，要看有没有烧嘛。烧了，low heat 哦，要，哎，要 low。我放太多油了，我放太多油，再太油。你们就自己阿嘎阿嘎。刚才我也是，你们在做运动的时候，我也在准备其他的 rap， 所以现在我会一起跑了。哇，哎，小强有机会吃哦。啊，对对。啊，我服哦。Yes. 啊，婉晴一定会 offer 你的。你们这边有四份。所以你们今天可以开始，去买了，开始弄了。嗯，哇，你算你 run meal 了嘞，就很饱了。不想吃，不想煮饭哦。啊，用这个也是。已经可以 当一餐喝了吃了，对呀、啊，对对对，放一杯浓的茶，哇，因为我不喝咖啡 ，so this is one meal。因为最重要又很健康了，对，因为你可以放那些健康的材料下去。Yeah, one meal, 哇 ，healthy meal。他们煮饭吗？你们会经常煮饭的吗？啊、I cook. I don't 我不太喜欢外面的食物。哦，那好嘞，我相信你们会做的比我更好啦。No, never tried before. Good suggestion. 所以如果我可以做得到，你们也可以做得到。嗯。One thing suggest, you have thorn, know the thorn, use the thorn easier to turn. 那个夹夹的叫什么？华语叫什么 ？Thorn, thorng。我们做 barbecue 的那种就很好用，比较容易反过来。Okay, done. 对，很快了。对。嗯。想，我关那个火机。嗯。嗯，关了就。嗯，好的话，那这边会 crispy 的，很熟。嗯，脆的。如果你们有 non-stick pan 的话，就比较好了，因为这个 pan 好像不是很好。哦。嗯。它会粘底啊，粘锅是吗？有点。嗯。所以比较难。OK， 等一下。哦，这
个 pen 不是很好，抱歉啊，拍死拍死。OK。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还没有 pan fry 的，也可以吃啦，可是不是烧烧的咯。连这个是 pan fry 好了，你看那个 cheese， 哇哦，那个 cheese 已经粘了，所以开不了。嗯，来来。Dixon， 你要尝试一下吗？Dixon， demonstrate how you enjoy it. Oh, oops. How? Wow, 有口福了。你好啦。有点烧了哦。这样好吃，要热热吃才好吃。你要拿 tissue 吗？今天我非常有口福，我可以吃到这个美女做的那个。托蒂亚，对吗？你要拿这个吗？还是都可以。下面随便你。有点烧。拿起来的感觉哦，很像布拉达这样啦，我觉得啦。然后哇哦，吃的口感刚刚好，又脆又爽口。因为放的材料都是小陈喜欢吃的材料。比如说葱啦、tomato 啦、cheese 啊，哎，还有 lettuce 啊，连它的层次哦，你们可以看一下层次哦，你可以吃到的，就是它的 ham 啊、lettuce 这样一次过吃啊。哇，再吃，一样啦。小强，再吃，咬多一口。咬多一口啊。Okay. 啊，这个 cooking demo 变成一定收了哈！呀，你成功了，谢谢你，婉晴。以后我阿修，小强，以后我阿修这个one more bite， then I took a shot， thank you。So then that shows how enjoyable it is. So yummy, yummy. So you all will try， 你们会尝试吗 ？Thank you， 婉晴 ，very good。I learned something. I'll try one day. Okay, very good. Yeah. 如果你们猜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好。因为我不懂几时了 ，but somehow 想要吃就会做了。好。因为这些材料，我现在没有来 ham 啊 ，all this I don't have。啊，你不要搞你也乌搭。Yeah.这个又快，又 prepare 又不会太久，然后可以很方便啊，还比我觉得还比快餐还要方便啊，人又可以很健康，又可以做成甜品，就比如如果你要吃水果，全部都是水果的都可以，很好。放下去煮，刚才好像你们所看到碗晴这样哦。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拿上来，一分钟一边啦，两分钟就可以拿上来了，所以是，因人而异是，非常好，谢谢婉晴，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大家都，学到，这个新的那个，好像薄饼这样啦，墨西哥小蛋糕哈是这样，对吗？所以改次哦。我会不惜的remind 你们哦，那个墨西哥什么啊？新的食谱啊，不错，很好很好，这样我们下个星期三见，拜拜，好不好？下个星期三见，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Thank you， 好的，再见，谢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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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拜拜。Yeah, yeah, 欸、没有没有看见宝珠姐，没有看见。把他找来，骂他。OK。啊，没有看见呢。Thank you。嗯。刚才那个可以包家呀。嗯。可以包家呀。哦耶。哦哦哦哦。随你所欲啦，要换什么都可以。嗯 ，OK， 拜拜，拜拜，谢谢婉晴，谢谢啊，嗯、小强，谢谢， okay, 不客气，拜拜，下个星期再见，大家再见，哎呀 ，Thank you everyone， 再见，拜拜。